二十岁的鸽子，看到没有？还有这种活力，看到没有？二十岁啊，这鸽子。兄弟们，咱们来到了西安蓝田啊，今天带你们去看一家号称工棚杀手的鸽舍，名字也非常低调，乡下人鸽舍。据说征战全国工棚啊30余年，高位成绩啊不计其数。今天小四川就给你们去好好的扒一扒韩总30余年啊打工棚的心得，再看一看他们家的好鸽子。走，韩总的鸽舍就在上面啊，咱们今天去好好看一看啊。Later。韩总，你这里真的是太低调了，鸽舍这些啊搞得特别低调，荣誉室搞得特别低调。对对对，这个关键是想高调，实力不允许。哎，你都不允许了，所有人都不允许了。兄弟们，看这个摆放都看得出来啊，特别低调的，特别实在的，真的。这只鸽子好像就是那贝伦的那个角色亚军。贝伦的，嗯，这挺多少钱？这个没多少，200多吧。亚卡布。我看这几幅画是什么画呀？ 工笔画，还是工笔画啊？这几只鸽子是不是比较有故事啊？对，这个是圆环的孙代鸽，圆环是孙代啊，相当于就是圆环第三代鸽子。对，03年的，03年的，这鸽子现在还在不在？在呢。03年的还在？在。20年的鸽子你还养啊？啊，养的特别厉害啊！我们家的工程啊，这是我们家的产品。神一般的，瞧，就是这一只鸽子成就了你。对，造一度神鸽整容。小瑞，你这么大个鸽棚就养了这么几十只鸽子？啊，一共今年配了82对，一共是17-18对，这么少啊？嗯，基本上你这里全是精品啊。对，你抓个鸽子看啊，抓抓。这鸽子20岁啊？20岁。这完全不像20岁的鸽子啊。对，这是我们家的冠军122啊，它的这个家族是就是从大概就是从2000年到10年那些年主要就飞的就是这个家族的，就这家族啊，大工棚离不了它这个家族啊，而且这个家族也是我们工棚的第一个鸽王，这个是2003年的鸽子，这个现在已经整整20岁啊，而且这个你看活力啊相当霸气啊，这个相当霸气，嗯，而且这个我每年都会给他配对，让他不成蛋，对，让他配一下，然后给他让他当一窝保姆，嗯，这个现在就是肌肉萎缩了，就肌肉萎缩了，其他方面这个我感觉这个应该再坚持个3、4年、4、5年，应该还是差不多。这应该是基础上面现在都是他的血统啊。现在其实我们家就是两大啊，虽然说源头是一个啊，但是分支下来一个是以他为主，就他这一下下来的，下来就是传奇那一下下来的啊。兄弟们，这一次就是韩总家里面的122，我给他换个名字，战神。战神，好了。20岁的鸽子，看到没有？还有这种活力，看到没有？20岁啊，这鸽子，啊，真的是太完美了，真的基因太强大了。这鸽子在全中国来说，我敢这样说，找不出来这样的鸽子。对，可能是20岁，像这个20岁的这个年龄的这种鸽子也不多。不是年龄的问题，20岁。还有这种活力啊！你看，对，你感觉到这是一只20岁的鸽子吗？哇，真的就是战神，哪怕我的肌肉萎缩了，但是我的意志还在。对对对对，真是就是这样子。啊，而且他在窝里边，那年轻的鸽子打不一定能打过他，真的还打架。你看还打架。哇，这种活力，这真的是人在你们家遗传20多年。对，真的是，对，太极品。真的是将他传奇的一生奉献给对啊，就是所以这个我一定要善待他，要给他养好，一直养，对，因为手里边就干掉的圆环太多了，比他值钱的太多了，就必须要把他留下，对，必须要把他留下啊。这鸽子能不成？嗯，这鸽子除了肌肉萎缩了，对，没一点缺点，对，真的是霸气的。你看，20岁的鸽子，我靠，真的，兄弟们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只战神的眼睛，韩总家里面的122。
我的目标是把这个养到25岁。这是12年的壳子，这个8岁做出的慧能决赛的亚军。8岁做出的，当时活力还是比较好。对，啊，出光吃的还是没问题，都是特别正常。有种了吧，相当于对，出来到时就有种。对对对对。这个壳子血统什么血统？这个血统山森，这个里边掺的有詹森。这种鸽子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一是稳定，二是它的这个统一的这个上坡感特别好。嗯，就稳一点。对，遗传比较好。对，相对就是说用它去改良的话，任何鸽子都对对对，溶血性特别好。溶血性特别好。不会就是去增加速度啊，增加性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些改良。对，这就是除血的作用。对对对，我感觉是。对对对对，就除血就是个基础啊，就是个基础，就是个基础，对吧？就是个基础。兄弟们，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鸽子啊，韩总家里面的主血啊，836，也是他现在的基础种鸽，最原始的这种鸽子。这只鸽子抓在手上就是感觉特别稳，特别稳，就是不是那种感觉特别爆啊，就是这种耐力型的，对，比较稳，特别有内敛的一只鸽子。在你抓手里面感觉到它有多大的特点，对，就是稳，对，就是稳，就是这样的，没有明显的特点，对，没明显的特点，但是就是稳。对，我们感受一下翅膀，我靠，这个鸽子肌肉太好了，10岁的鸽子，它的肌肉齐平的，肌肉都冒出来了，就龙骨冒出来了。这个也是我们家就是代表性的鸽子，就是和那个836是同父异母啊，这是998，这个做出过威力状元的这个30，这个也是我们家比较目前是一线的种鸽啊。这就是韩总家里面的一线种鸽，这个鸽子就比较有特点，真的比较有特点，运力型跟梨型综合这样子的，就是打这边的腮线啊。特别完美，这种身形，这个真的它就是这样子。来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子，而这鸽子特别聪明，你看活力又好，爆发型的。这鸽子咱们看一下翅膀啊，翅膀你看这富裕衔接的多好。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它的眼睛啊，这鸽子的眼睛特别高级，真的特别高级，梨形的。对对对，完全是这样子的。对，完全是这样子的鸽子。对，就是打这边的比赛，对，这鸽子太完美了。对，这个身形。对，因为你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它一个就打这种赛线，它常年沉淀下来的，它肯定适合这条赛线。基本上身形都固定。对对对对，固定的就是这样的身形。对，这样。对。你看，可以放开，可以啊，放开。这个目前是就国际上。炒的最热的那个最佳鸡特，最佳鸡特啊，在用没有？那这个我是刚引进的，啊，这是我是2年前预定的，2年前预定。对，我是2020年预定的，是去年冬天才拿到的鸽子，这个家族去年跟 KBPB 的1234，可以感受一下，这个出鸽才是。就现在还没有，我都没有比赛，反正出去年刚拿回来，我出了几只鸽子，感觉是特别有特点，暴力型的。对对，其实咱们家的鸽子就缺那种爆发。对，就缺那种爆发。对，就像能不能融。对，能融的话就是完美。对，我给你装一个这个去年出的小鸽子。那这个出了就是跟你的鸽子融合以后的。对，哦，啊，这个真的有特点。对，真的有特点。对，其实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、而且这是他这是番薯啊，番薯啊，配的我们家的冠军12的孙女。这就是这个鸽子就是暴力型的，你看感觉暴力。对，抓在手里面。对，你看就是你形容不出来，它肌肉给你的这种，对对对对对，特别爆，对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对，而且还有一点，对，还有一个特点，我看了，按正常来说啊，这种暴力型的鸽子啊，它的翅膀是这种尖条的，对，但是它是这种大条，圆条啊，又耐得住，对，对，这个鸽子就是特点，就是这
对，真的，对。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翅膀啊，你看到没有？条，而且遗传也特别好。还有肌肉，肌肉，遗传也特别好。肌肉都已经出来了，对，出来了，对。真的肌肉都已经满出来了，真的。对。来感受一下，韩总家里面的最佳鸡腿，来感受一下，特别棒啊！这个，这眼睛点心，快速的眼睛，对，真的，打百分之特别对，就这种水平，对。你像你的这个格子啊，它是均匀的，对对对对，它是均匀的，就是它比较长，肌肉比较长，对对对对，它是均匀的。对，那这个格子它是往前走的，对，脊椎往前面的。对，咱家的格子就缺少那种力量，就缺少那种内劲儿那种。对，对吧？对。你看这肌肉，哇！对，你看这肌肉，这肌肉，对，它就综合了一点，真的综合了一点。对。比这个稍微长一点点，对，长一点点，然后比你这个呢又稍微短了一点，短一点点，啊，对，就是综合了。但是就是从上手来说，啊、这个科斯的那种就是由内爆发还在，爆发力量，对对对，就是遗传他的。但是身体结构改变，对对对对，就是，这个真的跟你科斯综合，对，就看今年秋赛吧，综合秋赛结束交了一遍，这个、还没出去呢，能出去啊，还没交呢。因为今天配的第一批刚刚拿下窝，还没交呢。哦，输了是吧？还没交。对，输了今年秋赛了。今年秋赛是五个庄园的特别，这个套了三个，还有他的这个的他的侄子出的套了两个，都是委以重任。快了，快了。我他这是右边儿。右边儿。毛都没倒完。嗯。哇，那这个出的真的是好。对。这个对，比你这个亮了，对，但是眼质这些，对比这个好了，比这个好啊，啊，这个是啥？说真的，对，而且像他这种体型，适合的范围更广，对，不大不小，对，不大不小，对，啊，你太小的，比他再小一点，可能北方就不太适应，这个直接种了应该，对，直接种了，对，这个格子就怎么说呢？没有一点缺点，对，啊，感觉啊，对，无论从它的结构，对，骨架，还有这种身体内在的这种包滑，对对对，还有它的翅膀，对，对，要非要找缺点，就这个鸽子唯一的缺点就不好抓，你拿不好它就废了，要找缺点就是唯一的缺点就是爆发力遗传，对，就是遗传，但是它眼睛两个眼睛融合在一起了，对，前冲，嗯，小鸽子的前冲啊，对，这个以后发起啊，对。